我学校内底台湾的跟日本的国旗挂了满天满一大片哈，啊，就日本台湾友好的象征啊。台湾人日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俊模，我今天来这里东京中华学校，我有两个女儿哈，伫只小学读到高中九年，在这里毕业。今天是咱的台湾的国庆哈，庆祝大会啊，有一个活动，驻日大使嘛拢有来哈，啊，大家交界真侪人来这来庆祝，嘿，带恁入来内底参观一下。啊，家里没家。中华学校的国庆很热闹，当然是比我之前传恁去上个台湾嘛，这里还要热闹，还要厉害，比起来加强了，哎，最热闹的。好馒头，前辈，你好，你好，你好，我有去你的店里，之前呐，是哦，我们这边卖那个大包，然后叉花桂，叉花桂，这拢台湾上好食的，这边在做的，是的，好简单，哇，这个凳子，挂到嘴巴都用没倒出来，不好意思，开始，热闹热闹，舞龙舞狮，拢是中华学校台湾囡仔，台湾有这学校嘛，无这闹热闹啊，东京中华学校每年就是安尼。连北京烤鸭都排出来，不简单。要不要来一个啊？很强。来，今早第一个头领。是日米西鲁，日本人食饭拢配米寿西鲁啊，是日米米寿西鲁，可能啊米寿西鲁じゃないな，西鲁。刚才那个拉的汤尔，不是米寿西鲁。这土豆才来了。芝麻的，芝麻土豆东京附近上有名。
谢谢。现煎鸡排，大鸡排。大鸡排。芒卡鸡排哦。我们是台湾的连锁店。在东京啊。在下北泽。今年年初会在下北泽开店。你好，你好哦。生意兴隆哦。江江棍。哦。嗯。袜子。はい、最終経済局が代表の一応太一さんにご挨拶の言葉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我们在日本东京这样子能够有这么多的侨胞团体来庆祝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庆，内心澎湃，非常的感动。台湾现在啊，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啊，跟力量啊，不断的在往上的这个提升。台湾的这个整个这个半导体跟 AI 啊，在世界现在是非常的有名啊。那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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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千年一场烟火，后下有时间我坐你来。两棍哦，水煎包啥？啊，这也是哦，有江山的水煎包哦，啊有啊米线，啊是啊，绍兴的米线，绍兴的米线哦。哦，我是这眼镜哦，是啊，是，等下拢一定爱来，米线头。米线糊，米线糊，不灵准吧？哦，这是慈济的大位啊。大家买一个挂包，哦，还有挂包一个600块，刘老板要不要买一个？等下，怎么爱做工作？等下再吃。哎，问慈济来，啊，吉祥，来，给你吉祥。哦，有光山的物件真多啊，真足济啦。我唔对，哎，煮煮拢素食，这是素油饭，我也是，请你哋，这唔知虾米话，啊，你推推哪一款呐？推哪？嗯，哦，爱蛋就会懂，爱台湾，哦，要记住吧，哦。台湾的蛋糕啦，就是无同款，豆这豆花加啥，花生蛋，金鸡卵，金鸡蛋，金鸡蛋哦。金鸡卵，我们这组叫做查某人，台湾查某人，台湾查，我们叫做台湾查某人，伊食饭，金鸡蛋，金鸡蛋哦。哎，真正金的呢，哦，你看。包子干看到金鸡卵啦，嗯，金鸡蛋，快下来，水，阿姐啊，林家甲老家，啊，阮某姓林呢，你去你的查某囝，哦，不怪这水哦，你妈妈都做水啊，你更加水，谢，啊，恁当恁爸爸都哇姓林嘛是，我先生是林，林先生，哦，林先生，哦，我是讲这是爸爸甲妈妈的。哦，你姓刘，阿姨姓林，嗯，一样流嘛，啊，哦，赞，你好，哦，阿姐是啥啊？满汉全席啊！满汉全席，你这个运动会有，咩？那个国庆有满汉全席有食，哦，真好啊！珍珠奶茶加红茶，哦，哦，这中华学校。我这
我两个女儿拢直接读到高中毕业，小学读到高中毕业。九年，嗯。即摆换尾人西啊啦，拄只人零煞，啊换尾人西开始。中华的迄西燕气拜，哦。来你这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啦，哈、啊，恁这边我袂少人哦，哎呀，你有农民说，你看即摆无头路啦，一百算电一条，嗯，安尼上好，上好，啊，我来吃超贵，哦，超贵，哎，你吃吧，来我请你吃，好，谢谢，哦，超贵，哦，对吧？你吃两百两的，都是这个太凉了。好来，嗯，啊，好、啊哦、谢谢，好、okay, 嘞、欸，哎，超阿贵，超阿贵，嗯，大鸡阿姨，啊，叫哪只大鸡啊？哪只个是？哪只个是？客人诶的超阿贵，好食。今天要卖香菇葱肉包，有冇几毛钱？超阿贵。客家菜包，这是素的，素的一样是抹鸡，你要六个嘛哈？对啊，六个。谢谢谢谢，谢谢你。多谢谢谢谢谢，不，没有没有很大，嗯，现在吃最好吃。哎，用下件，是400块。你讲你点的对。在你是奥基库布湿地蛙，你是奥基库布湿地蛙，你这种的，那个算客家的麻糍啦哈。对对对。哦，这做好食，手工的。对。哦，你讲点那个呀？他说。我要去上班。要去上班哦？对。要搬去上班哦？哇，遐远，这都啥物事呢？试试看啊！哦，重新再开始再试试。哎哎哎！啊，有去上门，再来参观。哎哎哎！干么的哦？谢谢谢谢你。那里哎。刘老板是我们的大前辈呢，我之前常常去吃，去那个锦溪亭吃，可惜他的店已经关了。谢谢。是热的。刚做好，不是，人気です鸡排が。これね。美味しそう。あ、おい。あ、落とすな。うん、好吃。この店いいよ。ここ、ここはダントツです。一番。今日初めて来ました。みんなぜひ来てね。焼き餃子いかがですか？这是东京中华街巷吼，每年国庆啊拢办一个活动。你看学校内底。台湾的跟日本的国旗挂了满天，满一大片哈，那、哦啊、就日本台湾友好的象征啊。每年就是这双十节哈，啊，咱带离日本的人，逐年走来看卖，做老爷做迄个真趣味，啊，那来。观光的人买单来。来这看看，无同款的国庆，嗯，真。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